以《纳尼亚传奇》系列作品闻名的英国作家 C.S. 路易斯在逝世50周年之后，伦敦西敏寺教堂的诗人角日前特别为路易斯设置了纪念碑，举行纪念仪式，吸引大批忠实读者参加。As we celebrate C.S. Lewis, so we shall pray that scholars, writers, and apologists may be inspired by his example, and that his work will continue to exercise an influence for good in young and old alike. 路易斯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纳尼亚传奇》系列，为英美儿童文学经典之一，至今全球销售量已经超过1亿册。内容描述一群小孩在偶然的情况下闯进一个魔法世界，并展开一连串的冒险。作者利用不同的人物和动物角色做比喻，借此讲述圣经的道理。其中以1950年出版的《狮子、女巫、魔衣橱》为最有名。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曾经在1989年播出改编的电视剧。路易斯一生有许多著作，共超过50本。除了小说，他的作品还包含诗集、文学评论和阐明基督教教义的相关作品，在当代更是被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